如果想去我们家逍遥，就去我的三重十二口音，看你有没有这份决心去我家逍遥。为了去逍遥，我豁出去了。我这个有点难度。第二关，重庆麻辣猪脚。这个太简单了嘛。嗯，这事儿真的。第二关，四川平台紫星椒腊鱼。就这个，我分分钟吃完。这小伙子还不错。第三关，超级魔鬼辣冰台街，这里面叫做魔鬼辣椒包子，你吃不了。我一定会去到逍遥。你连三关都过不了，还想娶我女儿？你不配！哎呦，你有精神吗？不，我还可以，我小伢崽子，我证明我对逍遥来是真心的。哎呀，这厉害就得吃不了，你肯定不能成功，有你真心爱逍遥，你哪里能证明嘛？逍遥，我知道我这个穷样子配不上你，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照顾你。这第二关键，每个男子还要放你身份证才能购买，代表我爱你一辈子的承诺。我愿意为你上刀山下油锅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。你现在你对我女儿那么用心，我绝对把女儿交给你了。我愿意。